你们几个打麻将根本不是我的对手，如果我这次再赢，你们都给我表演吃麻将。哈哈，我又赢了，七对子自摸，就问你们服不服，你们就准备开始吃麻将吧。瞧把你们吓成这样，开玩笑的，今天我给你们做能吃的麻将。白芝麻碎，老王给的花生碎，一大块黄油，白糖，一大碗糯米粉，食用色素。把白芝麻碎倒入碗中，花生碎倒进碗里，黄油放进锅中隔水融化，然后把黄油倒进白芝麻馅碗中，白糖一点点，搅拌均匀，然后把白芝麻馅放入手中搓圆，全部弄好后把它放进冰箱冷藏备用，用开水和面，一边倒一边搅拌，揉成光滑的面团，用手揪下一小块面团放在一旁备用，搓成长条，另一个面团滴绿色食用色素，开始揉面，揉成这样备用，用刀把它切成大小均匀的剂子，然后把面剂子都搓成圆形，做麻酱汤圆就用我的麻酱模具，开始包汤圆，把它按扁，放白芝麻馅，揉圆放入模具里，然后把绿色面剂子搓成条，用刀把它切成小剂子，搓圆放在模具里，然后把它按扁，面不够了，我又和面做了一个头子，然后放在冰箱冷藏半个小时，开始脱模，把食用色素滴入碗中，趁你们不注意的时候，我又做了中发白麻酱汤圆。听说中发白有很好的寓意，你们知道是什么寓意吗？锅里倒入生命之水，点火，开始下锅煮麻酱汤圆，煮到汤圆漂浮，捞出，麻酱汤圆全部煮好了，麻酱汤圆好了，你们觉得怎么样，像不像？我先尝一尝，嗯，香甜软糯，好吃。抱歉，实在不好意思，因为太好吃了，把你们给忘了。从未见我有如此厚颜无耻之人。一会我再给你们做哈，大家学费了吗？没学费，我把手机给你。今天视频到这里，下期再见，拜拜。